然超生少年，我们现在正在长途夜车的高速公路上，这是我们出差的第三天。那我们出差第三天在回程的时候要干嘛呢？就是我们要去一趟交大，就是交通大学。大家也看一下，现在外面已经是一个深夜的景致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在几个月前呢，就交通大学他们有一个系列的比赛，有台大、清大、交大，就是这群高知识分子呢，他们的学校就会一起各自坐自己的车子，然后交大他们今年获得冠军，了不起。然后呢，他们这届的公关呢就跟我联系，就是说他们其实他们的工厂里面啊物资缺乏，既然我们已经每到一个时段，就是每到一个订阅数，我们就会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企划嘛。那我们现在30万的企划干嘛呢？就是来帮助年轻学子啊，给你鱼吃不如给你钓竿。他们当然还不知道我去干嘛，反正我就随便找一个理由跟他说，我刚好从台北出差三天下来，不然我去那边工厂找你们一下，看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弄车子的。而特别是呢，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帮这个学校呢？交通大学他们其实很屌，那屌的地方就是一群学生乱搞，然后自己弄车子，然后也不会抓车距，也不会抓轴线，然后他可能就是经过自己出来，然后找很多公司，找很多不同的人帮忙，然后自己想要改车弄车啊，我也喜欢这样的精神，就是这个精神是非常可贵的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会想说给他一点小小的惊喜啊，然后跟他说，我来去看看你们怎么弄车的啊。那其实我们就顺便看看他们缺什么样的东西，所以再过12分钟，我们就会到交大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回见了。进来有闻到什么味道？臭仔的味道。好，好，到了。就是关车队实验室。好，这里面改车的地方。那你们上一台车嘞？在化学，你在干什么东西啊？脱离是不是还没干？过一千万。那个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你们的那个没有搓得很好，所以这里面的空气它没有结合，用太厚了，不需要这么厚。嗯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们的字据啊。这个是原因工程，这是量那个车手的距离，对，对。我看超不爽，这我超不爽的。他没然后后面这两个人，这个我也超不爽的。但是你们就可以猜吗？你如果想猜，我一定让你可以猜。现在系主任是我爸爸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来来，他们的图在这里，是他们上一届做的，想象的样子这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看成品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这就是他们上次得冠军的这台车。你看这个玻璃纤维有没有？毫无平整度可言啊！完全没有啊！手磨的哦，手磨的，纯手力哦，蛮力哦。哈哈哈！超紧绷。对啊，我坐进去会起不来。那以后这个如果车在结束下一届之后嘞，把它拆掉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是上次检讨之后的东西继续改良，然后老师希望我们可以符合明年要比赛的规则，然后两台车一起去日本。去日本要花多少钱？运费差不多100，缺干爹。缺干爹。缺干爹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听到了，超大干爹。运费要去到100去到日本去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试上看这台车哈，如果看看有没有资格到日本。好重啊！我觉得你们那个车手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这么拉这个，你们家车手真的太强了。看有没有超哈扣了吧？这是他们的引擎，一台重机的引擎接排气管、玻璃纤维。这个为什么它分两段式啊？导流是不是？原本的侧架比较短，然后他们凑完这个车壳以后，再发现原来不够长，原来算错了。对，然后做多一段这样子。太多事情都是随机应变的。那就不错啊，其实我真的觉得蛮酷的，也很好玩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他们的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学生玩车的精神。明年八月，对，明年八月他们要再做一台下一台他们属于自己的车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。Thank you.
谁主导规划工作室？应该算我吧。你啊，你主导的工作室。我们的顺序通常会这样子啊，第一个是最你最想要的工作区啦，基本上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做能西亚小东西的地方。嗯。然后学生的工作室嘛，就是他一定有经过历代学长的土炮，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学校的老师啊的一些指导，然后当然就是历届留下来之后，他就会越来越堆越来越多垃圾，然后或者是学长乱接，他们就跟着乱接了。他们这一届很有趣的是，他们赶到外面来找资源，诚心诚意的跟我们召开一个会议，然后还希望我们来能够帮他们规划。但是我之后就发现，其实他们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坐车，他们最大的问题都是要从整个工厂的整顿开始。好吧，开始吧。电控组，你们看一下那个电最困难的点就是分辨哪些是废物啊，然后哪些是还可以用的东西，就是做一个断舍离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车队到现在都没有真的好好整理过，所以我希望就是这次整理可以让我们是一个重新开始啊，就是我们迈向电车嘛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环境做得更好一点，然后让大家安全啊，还有效率都会更好，这样。希望车队可以一起加油。这在风水上叫什么呢？破财啊！开天窗，开天窗，开两箱，不止开两，开三个。我们今天顺便把上面的板子换一换。好怕！好啊，看那边很多老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用的。够吗？不行，差一点点，再上一阶有点可怕。我也不太敢。没事，我会平复，要把它推开，要把它推开，要换一个新的上去啊。不如让我来吧。哦，好强哦！你们会不会在里面上面藏什么东西？不会啦，说不定等一下会找到历届学长藏什么。那个年代的 DVD 还是 VCD？ 哇，小苍优哦，苍优真的有年纪耶。今日一个装修，我觉得几好玩嘅，尤其是要整天花板嘅时候，我个人系畏高嘅。青春少年佢教点样样相梯啦，非常多谢青春少年嘅帮手。跟天花板有关吗？对。他说他换天花板，他觉得他天花板很高。对、我懂的啊，对不对？你都系讲翻中文啦。以前的学长就把火线把它。再把它另外再拉一条出来，然后再接它的电。怕死？你知道不怕死的人有两种，一种就是非常厉害，他有；一种是无知。我猜他们应该是无知的。带着。兄弟，我是谁？阿金。阿金。阿金，你不戒烟了？戒烟。这个破了。哎，这个牌。这位是我的车手。他大概一天可以领2000多万出来。哇，我超会领钱。对，一定来不及。今年谁比较认真？那群人，基本上现在出现在这边人都是认真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。你知道我跟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超认真。乱笑啊！等到今天把全部东西清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真正能够好好改车子的空间。所以等一下如果态度还不错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来准备带他们一个开奖，看个小礼物这样。等一下如果做到一半，越做人越少的话，就是大学生嘛，都会跑掉。那我们就把礼物带回家，成功，变成我们的资产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啦。继续，热血，好，舒服，感觉超重的，这么重一下，大家抬过车了，这才稳。废话当然重了，WD40，WD40 在搞，这些古董，这留很久，留到这里留很久，超古董。美商苹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，哎，古董。超这感觉可以卖钱。
最后我们今天花了整个半天的时间嘛，大家看一下，你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漂亮的天花板，好感动，感动。然后你们有一个很大，可以甚至放到三台车的位置，跟很干净的工作室。我觉得首先你们办到了一个你们学长以前都办不到的事，很辛苦。但是其实有一个很新的工作室，这是我一向做工作室或者是做工厂流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当这个气氛好的时候，跟周围干净的时候，你做的事情就很快乐。接下来你们就会，你们是不是就会分组下去了？有电控嘛，空力套件的嘛，然后悬吊、车架组、传动。有一句话想要送给你们，叫选择比努力重要。为什么要这么讲？就是我们刚刚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讨论过很多空力套件它应该怎么做？我们要用油土做，我们要CNC做，要小宝玉龙做，还怎么做？你要用哪一个选择？选择它大过于你的努力。但是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你们有没有那个资料跟 data 能够让你们去做对的选择。我以前在你们当学生的阶段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很爱改车，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像你们有这么大的一群人一起改车。你们这一届有很多很努力的学长帮忙出来找资源，有很多很努力的车手一直在练模拟器，然后也有很认真的技师一直在研究怎么样能够把你们车做最好。所以我这个人非常向来是非常喜欢认真的年轻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大家。这样一台车一台车里面的东西。原本我想说如果你们今天打扫乱七八糟，我就把它开回去了但是就想一想，我靠，其实几个小时大家已经弄得很不错，那剩下当然还有很多需要队长需要你们大家各自帮忙，然后把它收尾收掉。不过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团结的态度，所以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你们还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团队，那我就会继续给你们更多的帮忙跟资源。好，那我们来拿礼物吧。热烈掌声欢迎这一集赞助你们所有工具的电商。是哪一家？哇，感谢猫猫糕。我以为你只是抽一点点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，很多哎，全部都是啊，拿走了，感谢猫猫，感谢猫猫耶。哎呀，太棒了！电动工具都可以在猫猫卡上买到哦。我大笑哎，你用那个粤语讲一下，可以啦。你的心得是什么？非常多谢电影少年，有咁多嘅赞助啦。呢个咁大声嘅都唔知道可以系啲咩嚟嘅，到时翻嚟就可以开心开声，亦都非常多谢佢一直咁中意消费我香港人呢个身份，一直叫我讲广东话。我哋会加油，我哋会努力做一台非常出色嘅车出嚟嘅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会加油嘅。耶、yeah. ！明年日本见。专业开箱吗？很常网购啊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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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插电，不用插电。从小心小心，我你割得我手好心惊胆跳。你知道这个是可以插电的，它是可以过滤的，降噪的，降噪的，就是你在外面 F1 赛车，他们带的其实就是这种。有刚才没插电有屁。超会喝的，大的这样。哦，还可以啊，哥。是吧？哦，可以，刚好就是同理组，同理组。会教哎，加
一个，他们是工作的那个有地板吹，对，就拿来吹风的，吹风炮管，吸尘器，不是不是，是吹那个落叶的，落叶吹风机，发票，发票，不是发票，不是发票就是支票啊。那发票我们全部都散掉的。什么？什么？这种哭的？这种卡哦，年资太遥远。然后有信用卡，这什么意思？信用卡这额度啊？我们帮你们啊，除了一笔金额在里面，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要买某某购物的东西，就是工具，如果你要买工具类的，你就用这张卡。我进去一个单。然后夸张一点，哇！加油，三八回馈哦！好了，下次见了，拜拜，谢谢。我原本想说一箱里面应该就是一个东西，然后结果没想到可能就是有两三箱拆开以后都是两个东西，然后就会觉得就是双倍的快乐。原本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想要去买，但是没有办法买到，就是因为有的太昂贵了这样。对，那有的东西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工作起来顺畅，就是也更有效率这样。你们给我们的这些帮助都是。就是在推进我们的梦想中，我们会尽力达成大家的目标，然后去日本挥发我们的汗水。对，那不过呢，其实我们工作室还缺几样东西啊。那我们背上还有一点空间哦，有一点空间。那个赞助商如果有兴趣的跟我合作的话，欢迎那个 DM 我们的信箱，还有粉专。等一下，是。你现在几岁？22。你怎么可以用这么拽的态度跟站长讲？啊，拍什么？讲好，就站好。你想要什么？好好说。那个我们车队很缺乏空气清净机，还有那个吸尘器。对对对。那各大厂商如果有想要联络的话，那请欢迎联络我们的信箱，我们会竭诚的服务你。谢谢谢谢。拜托，摆样子，厂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缺那个空气清净机啊，如果吸尘器的话，什么态度？感谢高德。